过来看乌克兰伫这两天直直受到罗西亚的攻击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搁在批评罗西亚是恐怖主义的国家。啊，那罗西亚请来作战的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表示，罗西亚国内各大派系根本拢在乌白舞，是要毁掉因规个国家。乌克兰人员在火线的徛在头前，遭吹死为人。乌克兰城市蒂涅伯罗七杀受到钢棍飞弹攻击，至少造成22人受伤，其中五名是儿童。我国媒体报道，蒂涅伯罗州的州长赖萨克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表示，空袭发生了后，乌克兰人员在头球队下面发现一名两岁女童的遗体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 Telegram 证实，不只发生在两栋两层楼的徛家中。不幸的是，头球队下面还有人。俄罗斯又一摆证明，家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。受到攻击的不但蒂涅伯罗，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测试饭店也熊熊放松空袭警报。有看到的人表示，听到远的所在有爆炸声音，其实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拍到俄军攻击的飞弹。俄国战争超过十五个月，最近反普廷的民兵组织一直攻击俄国的边境城市比尔格罗德。最后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国瓦格纳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真不满，批评国家无保护国民，颠倒和国内的各种派系在耍危险游戏。是在摧毁国家。Высказывания, которые были, о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е. Там было понятно, что пытаются меня задеть и вывести на риторику 90-х, так сказать, на стрелки, которыми они уже давно занимаются, не понимая, что они вообще творят. Они сегодня просто разрушают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.另外，马克吉拜对国内派系想要塞人，伊甲车臣佣兵团之间的关系表示不满。伊讲暂时已经解决甲车臣部队的争端，强调若是国内派系阁继续塞人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公司新闻台是董冰英。